罗马书主题：神的福音。我们以前说过了，神的福音有三个主要的步骤。第一步是因信称义，第二步是诚意成圣，第三步是得着荣耀。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。 主要讲第一部分，因性称义，六章一节到八章十五节，讲成义成圣；八章十六节到八章三十九节，讲德卓荣耀。现在我们就进到第二。 部分就是讲诚意，成胜，上一堂课已经说过了。成圣的需要，成圣的基本意义，成圣的需要，因为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，罪变成一个权势，罪成为一个律。 在人的肉体中，罪做王要管辖人，继续不断去犯罪。基督徒不但过去的罪被赦免，还要脱离罪的权势，不要让罪做王，也就是不要让罪的本性又活出。 罪的生活，这就是诚意，成圣的过程。成圣有两方面的，一个是地位上的，一个是生活上的。地位上的成圣与称义、得救、重生是同时得到的，这是神赐给。 所有基督徒的恩典，有神圣的地位。然后，基督徒就要面对罪的权势不能再管我们，我们要脱离罪的律，脱离罪做王的情况。我们常常思想一个问题：基督徒既然被称为圣徒，那么圣徒会不会犯罪呢？ 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呢？答案是会的。基督徒会犯罪，就像哥林多教会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基督徒，可是他们嫉妒、纷争、结党，他们还是会犯罪。那么基督徒应该不应该犯罪？答案是当然不应该犯罪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可以人在最终。 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，所以是不应该犯罪。那么更重要的问题，基督徒能不能不犯罪呢？这个答案就要看我们是不是遵照神借着保罗把不犯罪的途径、不犯罪的方法，我们去掌握、去实行。如果， 不是的话，基督徒还会犯罪；如果是的话，基督徒能够不犯罪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不仅救我们脱离过去已经犯的罪，还要救我们脱离现在。 不再去犯罪，我再强调一下。现在靠上帝的恩典，不再去犯罪，这就是诚信，这就是诚意。基督徒应该过一个诚信的生活，应该过一个诚意的生活。罗马书六章、七章、八章。 就是讲论，怎么能够过诚信的生活，怎么能够过诚意的生活，怎么能够过不再犯罪的生活。罗马书六七八里面，只有两次讲到基督徒怎么脱离了罪，只有两次。如果你把这两次的经文。 能够好好掌握住，而且能够明白它的意义，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就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脱离了罪。第一次，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，这里说：“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” 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想要脱离罪，有一个字非常重要，这一个字就是死，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脱离罪，不再犯罪，你就必须要死。 唯有死了的人，才脱离罪。不知道，在你心中有没有想到，死是这么重要？你想不想死？你愿不愿意死？如果我们希望脱离罪，一定要愿意死，一定要想死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明白的。比方说。 你骂我一句，我也回骂你一句，那我是活的，我活的才会回骂你一句。如果你骂一个死人，你骂他一百句，他也绝对不会回你一句。如果你骂一个死人，他稍微动一动都要把我们吓死了，死人就不会反应了。最不断的要。 控制我们，要引诱我们，要让我们对罪有反应。什么样的人能够对罪没有反应呢？就是像罪死了的人，能够对罪死。当魔鬼用诡计要引诱我们犯罪，当罪的权势让我们。 去恨人，去骗人，去做不该做的事，罪引诱的时候，魔鬼引诱的时候，肉体全是在做工的时候，我们说死了，我们向罪死了，就不会反应，那你就脱离了罪，所以无再犯罪。 过成圣、成义生活的第一个秘诀，就是死。第二次，保罗说脱离了罪的方法，在第八章第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。 和死的律了。这里说到赐生命、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我们知道，人被两个律所辖制，一个是罪的律，让人积极做不该做的事；一个是死的律。 让人无法做好该做的事，罪的律控制人犯罪，死的律让人无法达到美善的境界，罪的律怎么能脱离？唯有赐生命、圣灵的律来到我们的心中，在基督耶稣里面。 释放我们。那么以后我会比较再深入讲罪的律、死的律、圣灵的律、生命的律。现在重点我要讲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。圣灵住到信徒心里面，圣灵是神的灵，是满了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就带来生命的律。 这个生命的绿就会赐给人生命，赐给人生命，也可以翻成叫人活的绿。这个绿产生活的生命，一种活力。所以，赐生命圣灵的绿，就是圣灵叫人活，圣灵带来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让人活起来。 怎么能够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？一个要紧的字，就是活。刚才要紧的字是死，现在要紧的字是活。所以一个死，一个活，都让基督徒能够脱离了罪，不再去犯罪。罗马书第六章里面。 就把这个死跟活加以更清楚的说明。罗马书六章第八节：“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他同活。死是与基督同死，活是与基督同活。想过神圣的生活。” 想过诚意的生活，想过不再犯罪的生活，最基本的秘诀就是同死同活，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活。所以，请弟兄姊妹能够牢记在心。保罗把这重要的秘诀，不再犯罪的秘诀。 过神圣生活的秘诀，清楚讲出来，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、同活。怎么能同死呢？怎么能同活呢？罗马书讲到两种死，两种活。一种死是客观的死。 一种死是主观的死，一种活是客观的活，一种活是主观的活，客观的死活，主观的死活。什么叫客观的死？是在我们自己经验之外的神做成的，主观的死。 是在我们经验之中的，也是神做成的。客观的死是在过去历史上神替我们做成的，主观的死是在我们历史中神正在做成的。我再把它说清楚：，客观的死。 是神在过去历史上，在基督里已经替我们完成的；主观的死，是在我们历史中，神借着圣灵正在替我们完成的。很容易记，客观的死，神在基督耶稣里完成。 主观的使神借圣灵正在完成。那么，我现在找圣经，把刚才讲的再借圣经来看清楚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 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一节特别要注意它的主要动词。主要动词是和他同钉十字架，因为知道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和他同钉十字架的。 时态是过去的时态，语态是被动的语态。如果对它做比较详细一点的翻译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是已经和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救人要死，钉十字架是死。 救人是与缉毒一同被钉、一同死。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发生，是过去时态动词，是被动语态动词，所以不是我自己能够钉死我自己的救人，乃是被钉死。 怎么被钉死？这是神做的。神在基督被钉死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基督是大约两千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所以我们的旧人不是现在死。 乃是大约两千年前，已经被钉死了。这是保罗清楚告诉我们的，要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死了。这是客观的事，这是上帝做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了，并且相信了。 还要这样认定他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就讲这个道理：神完成了一个客观的死，然后要借助圣灵来实现主观的死。神在历史上，在基督里完成了。 我们救人，的被钉死已经完成了。现在，神要在圣灵里，要在我们主观经历里来实现我们真正救人死的果效，那就是肉体的诠释，身体的恶行要死。所以。 请先记住，客观的死已经完成，客观的死是上帝在历史中间已经完成。那么主观的死在哪里讲呢？要请各位看《罗马书》第八章十二跟十三两节。 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各位特别注意十三节：若靠着圣灵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 身体的恶行就是肉体的表现。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肉体的诠释，肉体的表现，就成为身体的恶行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：若靠圣灵致死，身体的恶行。致死这一个动词。 是现在时态动词，在希腊文的里面，没有像英文有现在式、有现在进行式的分别。希腊文的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时态，所以这里若靠圣灵致死的意思是，若继续不断靠作圣灵。 来自死，圣灵致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，它是一个现在的动作。这样经历圣灵的致死，就产生主观的死。等一下，我要用比喻来说明，为什么神要先做客观的死，然后做主观的死，他有理由的。 我先要说明一个问题。罗马书第六章是救人已经被钉死，罗马书第八章是肉体的表现，身体的恶行要致死，到底救人跟肉体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两个关系讲清楚，然后。 我们再回来讲，客观的和主观的它的分别，肉体跟救人其实是不同角度看相同一件事。我首先要说明“肉体”这个词，在罗马书本身还有保罗书信里面。 它有六种用法之多，不同的意义。像我们一开始说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一生的，那里的肉体跟罗马书六章八章的肉体是不一样的，意思不一样。在那里的肉体是代表肉身的关系。 祖先的一种宗族，犹太人的宗族，主耶稣基督按作宗族而言，是从大卫后一生的肉体，还可以讲身体的部分，整个人也可以称为肉体，很多不同用法。在这么多用法里，最特别的用法就是罗马书六七八章里面，这叫做。 伦理性的用法含着伦理道德含义，当然都是用在不好的一面，就是人堕落了。亚当堕落以后，罪就进到人的肉体中，罪就带来律，罪的律就在人的里面。 然后就让人产生邪情私欲，让人恨别人，让人骗别人，让人有各种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误会等等的罪恶。这一切就是肉体的表现。比较清楚描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。肉体的事，那是。 与神的旨意敌对的是罪恶的根源，肉体的表现就是身体的恶行。那么，救人是什么呢？救人也是亚当堕落以后，神美好的创造被撒旦所破坏，人就变成了旧造。旧造包括救人。 就是有罪的权势在掌管的人，有罪的性情在里面的人，通称叫救人。当然，肉体也就是罪的权势所管辖下产生的表现，所以救人是名称，肉体是实际，这两个是一件事情。 不同角度的说明，救人是名称，肉体是它的表现。也许举一个例子会容易明白一点。比方说，广东人这是一个名称。我们中国话说，吃在广东，广东人最会吃。广东人很喜欢吃什么呢？ 常常就是去饮茶，到了饭店喝茶，喝茶之外就吃点心。那点心有很多种啦，最多是烧麦或者虾饺这些点心。所以广东人是个名称，喝茶、烧麦、虾饺，这是广东人的表现，生活表现。那么如果， 有一个广东小姐嫁给一个山东人，山东也是一个名称。山东人吃的东西就跟广东人不一样。山东人大概喜欢喝豆浆吧，他们不是吃烧麦，而吃烧饼；不是吃虾饺，爱吃水饺。如果这个广东小姐嫁给山东人， 以后就搬到山东住了。慢慢大家就不叫她广东小姐了，她就变山东媳妇了。所以到了山东，名称就改成山东人了。名称从广东人改山东人是很容易的，但是每天到了早餐吃饭的时候。 看到豆浆就想到茶，看到烧饼就想到烧麦，看到水饺就想到虾饺，他的生活习惯没有办法这么快换过来的，他要慢慢慢慢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他也就喜欢吃烧饼了，喜欢吃水饺了，那么这个烧饼水饺。 就好像是肉体的表现，像身体的恶行。这个山东人、广东人，就是所谓的旧人和新人这个名称的分别。所以，旧人跟肉体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，紧密关联。 罗马书六章讲旧人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；罗马书八章讲肉体的表现、身体的恶行，现在要被治死。救人是与基督一同被钉，肉体是靠圣灵。 现在，至死，一个在基督里，一个在圣灵里。神在基督里已经完成我们客观的死，神在圣灵里正在实现我们主观的死。这两个事情，先要弄清楚。